手咧塞到損曬流血嘅。喺上豬籠車嘅時候，佢已經擋住咗我。我同佢講：可唔可以喺車上邊將我解鎖咧？原因好簡單，你哋警方都確保唔到曾蔭權唔會撞車啦，係咪啊？我哋依班被拘捕人士十個八個咁樣困咗喺豬籠車，雙手反鎖，有交通意外點算啊？我只係要求佢解開咗個繩索，或者有啲朋友落咗孖葉、落咗手扣，解開佢，俾我哋安安全全咁戴翻個安全帶。佢話唔得，個原因就係話我哋會喺車上面反抗，而入到差館咧，佢就要做樣啦。佢驚咧啲記者咧有啲長鏡頭啊嗰啲咧影入差館啊，咁咧就即刻咧攞啲鉸剪嚟咧就幫我剪。喺嗰陣時咧我就話我唔剪啊，我留翻啲證據啊，我俾你綁到損曬流血啊，夾硬剪。呢啲咩警方嚟噶？同埋咧喺呢個傳媒啊，喺呢個嘅議員啊群眾面前咧，佢咧就懶好招呼嘅。找幾個阿 Sir 孭凳嚟抬你，好聲啊，不會整親你的，一過了傳媒的鏡頭將你掟落地，你好自己行啊。這些是什麼的警察？還有在推捕之前曾經發射胡椒噴霧，我是在場其中一個中招的，是完全沒有警告，口头警告，一句官方警告都冇，突然间唔知喺身里边边度，每个警员两支胡椒喷雾就对住你射。当其时，所有嘅示威者因为中咗胡椒喷雾，因为热眼啦，因为咧喷咗块面都好赤痛啊，跌晒落地，出现咗咩情况呢？兰桂坊事件啊，人踩人啊！我就是一堆示威群眾的底嘅，好彩捐得翻出嚟，咁仲要咧即刻咧就係營救其他擲住嘅朋友。咁但係警方喺嗰下冇即刻收手啊！佢除咗去掹開一啲示威群眾嘅手，當你俾胡椒醃眼嘅時候，你好自然反應就係揞住雙眼，去掹開群眾嘅手，掹開示威者嘅手，再射多次啊！但係當其時唔好唔記得，就係已經係人。踩人啊！佢冇轉換一個角色，即刻將跌倒嘅示威者扶起。呢啲係乜嘢嘅警察啊？我哋納税人俾錢去養呢班警隊，係嚟咁樣去糟質群眾嘅咩？呢一啲喺示威晚上發生嘅點點滴滴，我哋係一定係會追究同埋投訴嘅。喺一個示威嘅場合裏面。有幾類的人士，警方、軍隊什麼都好，是不可以去鎮壓的。第一是傳媒，第二是醫療部隊，第三是宗教界人士，是不是？但是在當時我們見到警方就是對於這些人士採取行動的。第四樣就是人權組織，當然我們就是在那晚鏡頭上面見到是國際上最可恥的場面，就是警方在拘捕被盜人士的時候企圖去捉埋人權監察的羅毓啟。另外亦都有傳媒是受到這個不禮貌對待，還有我哋人民力量有一位嘅醫生歐陽英傑，佢喺拘捕嘅時候，因為以前試過有前科啦，就係因為有一啲示威者咧，就係俾警察抬嘅時候咧，速步掟落地，又冚親，又跌親後腦，有依啲前科，所以佢就即刻開咗一個醫療站，有兩位義工跟住佢。當然啊，警方係可以叫阿歐陽醫生，你唔可以喺地面啊，你上天橋上面擺站啦、啊！呢、這個係咪荒謬極倫啊？當如果有群眾
或者警方都好啊，在地面上面受伤，有医疗部队叫个伤者自己行上去啊，叫医疗部队嗰时跑落嚟啊，又是一个荒谬之处。所以在七月一号大游行之后的晚上，200多名的示威者在拘捕的过程里面，完全亲身经历过这一些滥权无耻的过程。这些真相我们是要讲出来，我们是要追究。而及后我们历历在目，见到艺民主派非但是没有关心这些事件，还要怎样啊？我们两点钟开始被拘捕，困了在警局里面通宵，我们最后一批的示威者获释的时候已经是7月2号中午12点了。我们同时间就在电视看到那些冷处理这个逮捕方案、不理会示威者诉求的艺民主派，就穿得漂亮地出来抽水，被传媒影相，形式上说、啊、我们反对恶法的。这些是不是可耻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政治经济脉络都已经是进入一个危机了。有一些的人包括艺民主派会跟大家宣扬一些错误的信息，大家平心静气啦。四号政府已经讲了会咨询了嘛，就好咯。艺民主派还会厚面皮到说落18区咨询啊，这些这样的讲法和保皇党有什么分别啊？大家看住啊，在这两个月份里面保皇党又会出招的了。好像去年就是这个拆船起闹的时候，保皇党就是收集了160万个市民签名去撑这个这样的超错政改啊。这些呢政府就会撑是民意了，160万人都支持我们这些这样的方案啊。这件事在未来这两个月将会再发生。但是更加可耻的就是去年艺民主派已经是摒弃了我们市民一些很卑微的心愿，就是一人一票去商普选，而走入中联办，走去跟建制派跟大陆去协商，去出卖港人。在今年关于逮捕机制，艺民主派做紧一模一样的事，所以我们千祈不要跌落这些这样的陷阱里面，不信说政府有咨询就即是一个胜利，即是我们已经争取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陷阱是等着我们市民去踩下去，千祈不要相信。我们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危机意识，还有我们是心水清的。政府这个林公公拿嚿屎出来给你咨询，我们又走去咨询一番啊？我们没有时间去陪他癫啊！行之有效的补选制度是充分可以表达到民意，但是现在咨询的逮捕方案就是讲紧是要剥夺我们的选举权，我们是不可以接受这些这样的狗屎方案啊，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咨询是好事，这个是一个陷阱来的。好了，那我讲到这里，我们喊几句口号好吗？好，还我选举权，还我选举权。